日，有吴磊剧组花絮流出，视频中吴磊姐姐在为他按摩肩膀，网友看后纷纷评论手法好专业熟练，肯定经常会帮吴磊按摩，两人有说有笑，画面十分温馨。在姐姐的照顾下，吴磊疲惫的神态舒缓了不少，大概是因姐姐按摩得太舒服，吴磊打了不少哈欠，真是太可爱了。不得不说，吴磊一家颜值是真的挺不错，光看姐姐的颜值就能感觉出是一个美女子，即使一身休闲装扮，但整体气质仪态很好。看着姐弟俩颜值都可以组团出道了，要是姐姐也做艺人，肯定也会得到大众的喜爱。不一会儿，吴磊妈妈走了过来接替姐姐的工作，帮吴磊按摩起来，手法也是相当专业。看着母女俩的按摩手法如此专业，并不是去学过。吴磊妈妈看起来状态特别好，一身休闲装扮，年轻又有活力。果然有家人的陪伴，吴磊可以尽情的做一个小孩。